改装神童我都没在用了呀，那个账号我都忘记改装神童的账号密码是什么了。我发现当我就是人越来越大都，我有很多密码都会忘记，就是什么我的 email 密码、我的 Facebook 密码，我都开始会慢慢的忘记。银行提款卡密码不会忘记，不是啊？我银行里面也没钱，忘不忘也没差，对不对？我有一天忘记我的银行密码也没关系，里面也没钱。我突然会想到一个问题，假设有一天我可能就可能很极端的，有一天我可能突然就没了，那我的财产，我的所有东西，我的家人要怎么拿到啊？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啊？就如果突然有一天阿华不见了，那我的所有的财产我要怎么给我的家人啊？你们知道，就是因为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的银行密码，我的钱放哪里，那我要怎么？你们懂我意思吗？抽奖不是，我都已经不见了，我已经没了，我还怎么抽奖啊？你哎呦干，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啊？他妈我在天堂帮你们抽奖是不是啊？那给我讲一些小话看看。你先把账户给我，帮你处理。哎，认真的，因为我一个人在海外生活，对不对？也没有跟家人住在一起，那万一有一天不小心，可能这真的是那个之后，那怎么办呢？Lonely days, ooh, lonely days. 唔系，有时真系会惊噶，大佬。即系你冇睇我依家好似好捻健康，笑得好开心。屌你老母！突然之间冲凉唔小心跣咗一脚，个人冇捻咗点算啊？真系，你明唔明啊？因为我开始担心自己呢身体不得的。我不死得住啊，大佬，我有好多嘢未做啊。这么玩什么啊？我选了个避险基金，100块，我怎么存100块啊？我存你的那个。有了，最近好像图奇有一个活动，是说给那些伙伴去那个做身体检查的，我们应该也会去搞一下。不过身体检查其实很麻烦，我上次去做他那个抽血，抽了我几管，我本来已经有点血压低的那种感觉，他还要打那个针，又插我几管血出来，干超级痛。你每年喝几杯手摇杯，身体好才怪。还好吧，我昨天没开台，我昨天喝了3杯，2杯柳橙绿，1杯多多绿，超爽。因为昨天没开台，是因为很多工作要处理啊，包括一些工商啊，一些可能出国的一些准备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就昨天没开台，没办法，给你们拍谁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真别看阿华表面上这么屌这么爽啊，其实可能我身体真的快记了。即系我唔系集中喺一个户口啊，乜柒乜柒嗰啲，咁佢哋系点样知咧？你明唔明？我们在疯狂讲粤语，那些台湾观众听不懂啊！我感觉到台湾观众开始要骂我咯。看你他妈港仔在光阿小，我今天去剪头发，那个洗头发的那位帅哥，他认识我，他是我的粉丝。然后他那个按摩真的是哇，干让我酥酥麻麻的，真的是超爽的。这就是人家认识你的好处，太好了。干你娘的 K 宝宝断我连麦，操！剪头发跟按摩有关系吗？通常剪头发不是会有两个流程吗？第一个就是洗剪嘛，
就洗头发跟剪头发，那最后再加个吹头发，洗剪吹。那你洗头发一开始就是躺下，然后再帮你揉啊，不哩不啦，然后再按摩，然后 re 按一下嘛，按嘛，通常都按个几十秒嘛，对不对？结果今天那个帮我按了15分钟差不多，我就在那边躺着那个椅子里面疯狂享受着，真的舒服。对对对，需要加强吗？力度对不对？温度、水温可以吗？其实有时候他们问我这种问题，我都不敢回他们，就我有点那个社恐，你懂吗？就明明那个温度是可以再热一点点，但是我就不敢跟他说，我就可以，明明可以大一点，可以，我都不敢跟他们要求。所以你们不要看我实况上好像很会吹牛逼啊什么的，我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个 loser。粤语家教，谁会去找粤语家教这种东西啊？这谁会愿意花钱去学粤语啊？这听起来就不靠谱。还真是，粤语很难学啦，这倒是真的。就像你叫一个港仔去学台语也学不会，那当然呢，也可以教你们一些比较简单、容易上手的粤语，就是那一种脏话，对不对？肯定是万物归脏话。哎，其实我也不确定我看我直播的港仔有多少趴啦，就有时候开台讲讲粤语，其实也蛮不错，蛮舒服的。啊、当然有些台湾人可能听不懂，但是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也要照顾一下其他那个地区的人。10-20%吧，应该。我稍微看了一下后台数据，就台湾观众确实占的数量比较多。哎，下一步直接拉七 D 牌，再卖下去要死了。你有开台就很好了，讲啥不强求，靠杯啊！我10月份开得很凶哎、欸，我已经连续开好几天哎、欸，除了昨天以外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变成剑姬了？剑姬能玩吗？剑姬？怎么感觉剑姬像头大便呢、啊？两星不可能不玩，就玩。而且我们这把是独家剑姬，有可能是追三星。阵容是活的，来什么转什么。
先上八吧，八等再低了。哎呀，妮可刚刚来了就那个啦，对不对？妮可早点来，我就那个啦。下一波再拉吧。偷偷还法爆啊？还是破防者？破防者法爆怎么样？得帮凯莎找装备，凯莎没装备有点呆呆的。哎 ，K 宝宝先别上装备，等一下，等我把你插了再上装备。还上，越叫你越上，叛逆骑士吧。感谢紫恋恋，谢谢美女的75个月订阅，感谢你，老板大气，老板大气，老板大气呀、啊！你们的名字啊，是真的让人家难念。哦，帅！我的那个在哪里啊？哎，哎，不是啊，那一只在哪里啊？你两装备给不了钱、啊，我找不到我的凯莎、啊，狗头不要了呀，因为剑魔跟狼人开重装，不用狗头。谢谢紫恋恋，感谢你的10份赠送订阅，谢谢美女，感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祝老板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啊，工作加油。这不输了，这不。然后谢谢花轮的小头，谢谢25个订阅。上个月去夏威夷，然后威夷就吓到了。谢谢你。可是凯莎来了，我又不能换她，因为我没有第二张沙皇，怎么办呢？还是换一下这样好了。换，没错，没问题，没毛病，就给你。等等再找回来就好，多个前排 ，baby good 啦。我想要三星剑姬，阿华晚安，可以祝我明天上班顺利吗？祝你明天上班顺利 ，Black Battle 啊，加油，大家都顺顺利利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其实我觉得，如果因为工作所以没有时间去看直播或者是干嘛呢，这件事情是好的，就代表你没有虚度你的人生，你有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我觉得这是 OK 的。那当然啦，能工作又可以看阿华直播，那就是双重享受，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。除非你们觉得看阿华直播就是在浪费人生，那我也没话可说。我在想，我加文这个东西能触发吗？这个40层的权贵之甲，我加文也不是个坦，也很难触发。老实说，真正虚度人生的应该是订阅林国华的吧？但你老师。你在攻小，
What are you say, bro？ 不过算了，看他的名字叫做爱熊熊的桑 baby， 唉，素质真差。我们就是挂机存钱，等到最后一波的时候，第三星吃鸡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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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恰恰恰恰恰！剑神。哇，我感觉我这把打得真的好。明天的比赛，我有信心。You are sad。这波要输？天生我才还是太强，质量也很好这一家。不过没关系啊，真的没关系、啊。我们现在就是一个，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叫做什么最终库存的玩法，还是我们下一步就低啊？你们觉得呢？下一波有80多90块钱，因为他们都在玩一些四费阵容，你看444444，其实应该要低的下一波，下一波吧，下一波吧。我在3-5滴完两星菲欧娜就划水，划到现在，划到5-5，那怎么办？那就继续划水咯，等到死的时候再滴咯，我还有40滴血存钱，尿尿，拜拜。哎，哎，我回来看到一个画面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呀、啊？我的剑姬是不是少一件装备啊？干你娘！好像被嘉文偷到那个装备了。没装备都能赢，主播的实力，哇，我是 Deck。哎，这波真要输了，这一波，三星艾希。盖他，哎呀，没盖出来，哇哇盖，这个超强的这一家，这一家跟鬼一样，6622。我认为当中出了点问题。
总感觉哪里怪怪的。沙皇是我爹吗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得撑过这一波啊！这一波我，他也卡一张，他也卡一张，这两个人，哎，没办法，我们低慢了一步。选秀拿，搞不好撑不过这一轮。你看我撒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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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建模。得帅，一刀两刀三刀，没有 hello， 你他妈真能打死我啊，我笑。